可称王。 悬空了，可惜了。 又杀了呀！哪下来了呀？极善也好，邪恶也罢，这些说辞又有什么意义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死了没有？哎，没死，二档 Q 没中呀，二档 Q 没中，被他扭开了。 而且他这波没有先到六级，我也没想到。没想到是他先六级，小兵太多了。 枪吗？哎，你在这儿啊！哎呀！ 没事没事。我将创造一个新世界。
五杠零了呀，这瞎。这下路我还不好抓，感觉不走了，不走有机会了，没大招的，蓝线也不在，没闪。杀不掉吗？再来一下，追不上呀！哎呀，这么难受啊！这新搭的求生欲望好强烈啊！这新搭的求生欲望拉满了，这都闪现。明年去了，学出技能，学了个一，哎，别上头了。怎么这么上头啊？这紫色的空气呀！反应这么快吗？这啥？矛盾。哎，别吸我血！这啥反应有点快。得拿小龙，这把一条龙没拿，八杠一的侠，给我戴上的镣铐，如今成了我的武器。哎，远见不着面的国王，肝脑涂地的国王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对面侠肯定要过来了。小心侠啊，这装备有点好啊。哎呦，这十一杠一，这十一杠一的侠。呀，哥们儿，怎么都这么奇怪呀、啊，我的队友。
这波对面侠不在，可惜了。没闪的，把塔拆了呀！ 拿小，这不看反应快不快吧 ？OK 秒反，霸住他。这把估计还得是个蓝盾才行。我给他个蓝盾，对面 AP 伤害不高了，现在。 你反应没那么快啊，老弟！你这反应过来铁脚本。阿萨打菜了，对面侠刚复活的，终于让我赢一把了，老难了。